开始。往下看是什么样子？你可以示范一下吗？往下看。那往前走呢？往前走怎么做？就往前走。对，可是你眼睛要看前面，不要看着我。好。好，拍拍手。好。OK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要观察一下“泡”这个字哦。先写两个词，有关泡的两个词，先写上去。啊，那我要写泡泡。对。小心。已经写好了。很好，但是要写清楚一点，因为有时候你们写的不清楚，你回家复习的时候，你就看不懂你在写什么。我说好而已啊，没有说什么。好，怎么还没啦？好。他们还没有跟管的华语介绍。你好什么？你就没有写完啊？好，赶快。好。泡沫有，他已经写了在这里。泡沫。包的那个对，包对，包的很高。有，我有看你的，有就是我就是在说你啊，太高了，你在吃东西哦，你要这样子咬，你在吃东西吗？我也要，这样子不公平嘛，大家也吃啊。但这个是啊，我知道，好，你拿上去好了，你也是，轩子也是。陈宏宇，这边好像太小。好，大二，好，大约还拿上去。好，我再看一下，然后我就要做最后的。你的课本上那个泡这个字，三点水是写在哪里？左边。可是它的包呢，它有没有跨中间那条线？有没有靠过来？有耶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后面的爸爸妈妈把你的牌子举高，大家请看后面的爸爸妈妈的泡。啊，爸爸，我们是要写大的啦，你写太小了。妈妈，我的妈妈写。妈妈不要害羞 ，It's okay to be afraid。